穷不能穷孩子。爸妈，我要当主播赚钱。感谢榜一大哥的打赏，谢谢。Let's go! OK! 旺财也能吃饱了，终于不用喝西北风了。治好了多年的陈年老疾。Let's go! OK!家里装修一下，换成安全门，老鼠也沾光，给蛛网镶个金边，窗户翻新一下，老鼠家倒是人丁兴旺。家里装修一下，穷不能穷孩子。爸妈，我要当主播赚钱。感谢榜一大哥的打赏，谢谢。地板换成防滑的。门也破了，穷不能穷孩子。爸妈，我要当主播赚钱。OK。谢谢。终于不用喝西北风了。治好了多年的陈年老疾。衣食无忧，开始追求健康。地板换成防滑的。旺财也能吃饱了，蜘蛛都生了三胎了，窗户翻新。Let's go! OK! 家里装修一下，老鼠也沾光，老伴，你也走了。治好了多年的陈年老疾。奶奶，我年轻时也是舞蹈家。穷不能穷孩子。爸妈，我要当主播赚钱。感谢榜一大哥的打赏，谢谢。地板换成防滑的。旺财也能吃饱了。终于不用喝西北风了，衣食无忧，开始追求健康，窗户翻新一下，换成安全门，老鼠也沾光，给蛛网镶个金边。OK。Ay, hari ini betul-betul geram lah. Ay dah keliling beberapa shopping mall nak cari produk-produk yang ay nak, tapi tak ada yang sesuai. Awak pun pelik lah sayang. Cubalah awak cari dekat TikTok Shop. TikTok Shop? Iya sayang. Dekat TikTok Shop ni banyak menjual produk-produk berkualiti dan murah. Apa yang awak nak cari, semuanya ada dekat TikTok Shop ni. Wah, bagus-bagus lah sayang. Barang kat TikTok Shop ni.家里装修一下，
能不能给我一杯热水呀？有瓶瓶罐罐什么的吗？给我点杯。已经冻到没有知觉了，拿不住扫把了。这份饭您就趁热吃吧，阿姨。Let's go! OK! Even Cha Eun-woo can't resist it. Cornetto Vanilla. Creamy vanilla ice cream with chocolate sauce and peanuts wrapped in a crunchy wafer coat. Once you unwrap, you can't go back. Cornetto, unwrap it. 我出来体验一下生活没什么问题吧。姐姐，我好冷。我想读书，走出大山。今天早上爬山上学时摔倒的。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走出这座大山。姐姐，我的衣服坏了，好冷。穿好这件衣服就不会冷了。我看不到，能给我找份工作吗？我只想养活自己。我是残疾人，我生活太穷苦了，可以帮帮我吗？这两个需要帮助的人，麻烦你帮一下忙。狗，快赶走它。Even Cha Eun-woo can't resist it. Cornetto Vanilla. Creamy vanilla ice cream with chocolate sauce and peanuts wrapped in a crunchy wafer coat. Once you unwrap, you can't go back. Cornetto, unwrap it.这个妞好看，刷个火箭呗。以前救人留下的伤口不碍事的。你愿意加入我们，一起为大家播撒爱心吗？一个娃也是带，两个娃也是带，你就生多一个给我带吧。一套房也是。
都当人妈了，喂个奶还要关起门来喂。我是当妈，又不是像你当年那样当猴子似的。现在养猪都知道科学化了，别说养娃了。宝宝，这不是你妈妈，不要叫她妈妈。妈妈可一定是妈妈，奶奶可不一定就真是奶奶。你妈妈又要去玩了，你妈妈不要你了。你儿子都不用往家里，你干嘛不去找个班上？我是当妈，不是坐牢来的。Why are you making that face? Tell me, did you get a speed ticket? Jumpy? 儿子，我们一家人新的一年还是要和和睦睦的。今晚你可不能再跟妈妈睡了。我儿子真靓仔啊。得嘞，嫌我多余了别。新媳妇太懒惰。化妆品对宝宝不好。你以后别化妆了。他们都是我最重要的人。这个角度显瘦。一家人就是要和和睦睦的。我妈养我不容易，你就别任性了。老了不中用了，腿脚都不利索了。So nothing bad happened? You didn't like it? You didn't run anybody over? You didn't get a speed ticket? He must 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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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右。左还是右？我选右。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右。拜年穿成这样，我很奇怪。左还是右？我选右。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左。哎呀，你不是不知道了？哎呀，可以领不了。还是右。看不不不，我选左。答对了，是帅。老公，进步了，啥呀？进步了，还是右。我选右。笑。真懂我，今年我没有机会了。挂错了。老板，我好像有点烧。这是在帮老板娘哪里服呢？用卷发筒保持发型。多亏了销售小王每日陪我健身。我这是怕老板摔倒。老板娘说金链子太重了。我平时还会兼职帮老板娘开车。我房产证怎么跑你那里了？阿头有点晕啊。小王今年业绩做得不错，是该好好表扬下。环卫工不称职，没打扫干净。身高低于180的直接淘汰不了了。没办法用舌头打结的，关键时刻没办法帮我试出毒药。
说这不老来，你好打打一来。Kami na-unboxing paket dari TikTok Shop. Penasaran kan? Jom, tonton video kami sampai habis! Aku mau lengsi.出去跟我男朋友滑雪，快搭配衣服。我要冷死了，我要出去跟我男朋友滑雪，快帮我搭配衣服。Nak rambut kita sihat and cantik kan? So here's a tip from me. Penting sangat untuk korang pilih produk yang sesuai untuk rambut korang. I rely on Dove Hyaluronic Keratin Shine Shampoo and Conditioner which contains hyaluron and keratin untuk bagi rambut sihat and berkilau. Selain itu, Dove Hyaluronic Keratin Shine Shampoo enriched dengan Hyaluronic Keratin Complex bagi deep hydration and sealed shine.
Hello? Hello.但是我的发尾就应该开始完蛋了，真的很干枯，然后没有什么光泽感啊，现在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去把它改善回来的。不用反以外，我觉得日常洗护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头是要每天洗的嘛。就像这个Dove的 Higher Keratin Shampoo， 它是以 Higher Keratin 的复合物为特色，就是可以深层保湿滋润啊，让头发的角质层更长直。 鞋子，嘻嘻嘻。 奶奶加油！奶奶站一，升级一下坐骑，顺手灭一下森林大火。 杰瑞也来就赢，摩托一定要带盔。
用才加油，马路跑得更快。香精车轮奢华体验，爷爷老伴别走，老伴希望你回心转意，改善下家里的居住环境。以后我要学会浪漫，消消气，先吃饭。老伴，你是我唯一。给蜘蛛网镶上金边。小娟，跟我走吧。以后家里的卫生都交给我。洗衣服的活我全包了。老王，走掉！亚爷变身。
你觉得精神出轨严重还是肉体出轨严重？那上厕所还分干的洗了才擦是不是？我跟吴大哥在酒店里啥也没干，你怎么思想这么龌龊呢？那你们在里面给酒店墙刮腻子吗？他们都不是你亲生的，但是他们叫了你16年爸爸呀。你喊了马爸爸这么多年，你看他养你了吗？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是吗？货不对版属于消费欺诈行为，要退款的。你这人没有心的，你就不能好好养大他们吗？你在淘宝买的货，你找病西西咋售后呢？我只是跟你有婚姻关系，我还有追求爱情的自由。也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吃屎的呢。不要再吵了啊！以后我买个扫地机器人，大家都不用扫地了。妈，你就别生气了。老婆，你就别生气了。我出钱给大家修好门。不要再吵了，以后都由我来做饭。妈，这是你儿媳妇花钱给你买的保健品。妈，这是你儿媳妇花钱给你买的按摩椅。我去买个超豪华的大吊灯。老婆，这是咱妈给你买的化妆台。我自己冷一下，我来个装修好。我看你一天天的在家也没什么事情要干，让你当一天我你就知道有多累了。妈妈每天都要洗这么多碗这么多衣服，真是腰骨疼。这是咱妈给你买的化妆品，你不要生气了。Hari ini betul-betul geram lah. I dah keliling beberapa shopping mall nak cari produk-produk yang I nak, tapi tak ada yang sesuai. Kau pun pelik lah sayang. Cubalah awak cari dekat TikTok Shop. TikTok Shop? Iya sayang. Kat TikTok Shop ni banyak menjual produk-produk berkualiti dan murah. Apa yang awak nak cari, semuanya ada kat TikTok Shop ni. Wah, bagus-bagus lah sayang, barang kat TikTok Shop ni.
Yeah, baby.再铺张浪费点，摆上几围酒席，天气都舒服下了。重修一下房子，作为我的新房。只叫变婚车，老爷子在下面就搭个地铁就好了。不再烤火取暖了。Sugar 偏偏常发个乳群体，男生女生都可以有好看的腿吗？刚刚走神了，拿错了。鞋子不合脚。今天我结婚，拍照怎么露脸？这是她姐妹带的太冷了。
whoever moves first is gay. Sniffing that cake, feel the hole. Hope you find. But wait, you won't be gay if you play annoying puzzle game. Game of puzzles are objects, challenging with many levels. Solve the puzzle with your own skill. Helps you relax your free time. Enjoy every moment with annoying puzzle game. Download now. Ay, hari ini betul-betul geram lah. Ay dah keliling beberapa shopping mall nak cari produk-produk yang ay nak, tapi tak ada yang sesuai. Awak pun pelik lah sayang. Cubalah awak cari dekat TikTok Shop. TikTok Shop? Ya sayang, dekat TikTok Shop ni banyak menjual produk-produk berkualiti dan murah. Apa yang awak nak cari, semuanya ada dekat TikTok Shop ni. Wah, bagus-bagus lah sayang barang kat TikTok Shop ni.男的怎么了？男的就不能当伴娘了吗？还做什么啊？别做了，我们都做一钻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人来玩？可能一般是太多。杀马特，运动紧身服，休闲装，冬外套，新式旗袍。考斯普雷，辣妹套装，女仆裙，厨娘围裙，中大衣，百褶裙，秀禾服，改良汉服，职业装，冬季短裙，圣诞红裙。王大娘家里那孩子呀，听说二婚了，以前那老婆跟人跑了。我说的是我快饿昏了。听说王大娘家里那孩子在城里转了，活不了多久。
我说的是我祖宗都不了解。王大娘家里还我说的是我在深圳保安上班。王大娘家里那孩子瞎搞流产了，现在都不干我。我说的是我在工厂流水线干活，还跟天在外面平时去澳门，还家里老爷子的药费全被败光了。我说的是高度有点堵，那孩子一天不懂自身解好，经常喜欢出去卖。我说的是我经常吃外卖。This is what a noob would do in rent, please.难道你们不知道胖子都是潜力股的吗？哥当年也是个校草，那玩意早成了哥们的身外之物了。年家里穷，不会打扮，现在可不一样了，老娘美的不行。宝宝，妈妈跟你讲，妈妈当年长得可漂亮了。我们打打闹闹，一直打到相亲相爱。早不是当年毕业那个翩翩少年了，人都憔悴了。第一第一，干啥都要当第一。要不是我爸破产了，我会在这里观赛。现在的我可是大有不同。当年是我在这舞台歌唱，今年依旧我是嫁入豪门的主角。当年是我在这舞台歌唱，今年依旧我在台上当保镖。有钱真的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这都几点了，你才回来，你就睡外面吧。老婆的屁股，我还是知道是真是假的。这是要尝尝咸蛋吗？
这都几点了，你才回来，你就睡外面吧。这世界上谁最美丽？最美的还是他。老婆的吻，38度的肿。幸好我的车钥匙是匹配的。过大年贴对联了。密码是多少？没密码。I do in the world, the famous game and best that lit match which is solo game and then now.So game dia namanya party room. So party room ni, 我直接芭蕉扇。Ayah ini betul-betul geram lah. Ayah keliling beberapa shopping mall nak cari produk-produk yang enak.Tapi tak ada yang sesuai. Kau pun pelik lah sayang. Cubalah awak cari dekat TikTok Shop. TikTok Shop? Iya sayang. Dekat TikTok Shop ni banyak menjual produk-produk berkualiti dan murah. Apa yang awak nak cari, semuanya ada dekat TikTok Shop ni. Wah, bagus-bagus lah sayang. Barang kat TikTok Shop ni.这也难不倒我。爷爷，我想读书。爷爷，我想变好看。爷爷，我没良心。爷爷，我想理个发。爷爷，我看不清楚，想买个眼镜。爷爷，我没良心。自己享福最重要。老爷爷，谢谢你这口饭。老爷爷，谢谢你这口饭。爷爷，我想读书。老爷爷，谢谢你这口饭。
老爷爷，谢谢你的帮忙。老爷爷，您真是慷慨。过年不看春晚，还能有啥意思？大家在家一起过个年。给我自己买件衣服，给我老伴也过些好日子。老爷爷，送他们去读书，我盯着他们。老爷爷，送他们去读书，我盯着他们。The butterfly, I know this one. Okay, green up top, yellow in the middle, red at the bottom, and black is the star. Dude, I swear that was it. Okay, red at the top. My good son, you finally came back. 路上被人泼的水。大黄都不认识我了。媳妇很孝顺，她怕我累。路途遥远，头发都没来得及整理。一对灯笼挂门前更喜庆。有钱了，先给家里换个新墙。给婆婆换个新衣服，给公公换个新衣服。扫干净地板迎接新年。年纪大了，够不着了。切，今年又是两个人回来。梅花盛开是个好兆头。外边凉，快进屋。
整装待发。可以求不了救，但不能没有二 G 笔灯。世界末日也得用电竞桌玩第五人格。快，宝宝，来吃饭。这里等你哇。Vocal 还给我换黄金切尔西。How old is your brain? Playing爸妈，这是我男朋友小李。小伙子这么阅读读心的。不辛苦的叔叔阿姨，这是送你们的礼物，这些都是我从国外买的。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你做点小生意，这是我的合伙人。小伙子，你买车了吗？有那么一辆，够开就好。小伙子，你现在住在哪里呀？房子不多，刚好够住。你好，一共消费800元。
叔叔我来刷我的卡。My very first tenant offer was an unemployed loafer with no hobbies and no demands. I decided I would let him in because my place is kind of a dump right now anyways. And过个家政来擦地，好地板不容易摔倒。有钱了，要给宝宝用最好的。宝宝当然要用软软的沐浴球了。狗都知道要卖力干活。太好了，我又能打游戏了。过个家政来擦地。墙布漏风了，浴缸里洗的才干净，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有钱了，要给宝宝用最好的。宝宝当然要用软软的沐浴球了。好地板不容易摔倒，还是老王帮宝宝洗澡靠谱。狗都知道要卖力干活。疯了，好地板不容易摔倒，过个家政来擦地，换一身干净。还是老王帮宝宝洗澡靠谱。宝宝当然要用软软的沐浴球了。狗都知道要卖力干活。Okay.
好了，我又能打游戏了。墙布漏风了，有钱了，要给宝宝用最好的。浴缸里洗的才干净。擦地。还做什么逛啊？别做了，我们都送出了一亿钻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人来玩？可能一亿钻石太多了，他们都觉得是假的，而且开局任务。50周和资讯 SSR 给我，我也不信啊。这一亿钻石每个人都可以领，要是领不到我就把这手机吃了。还是老王帮宝宝洗澡靠谱。狗都知道要卖力干活。小背心又纯又玉，我也有性感小蛮腰。雇个家政来擦地，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浴缸里洗的才干净。宝宝当然要用软软的沐浴球了。狗都知道要卖力干活。太好了，我又能打游戏了。墙布漏风了，有钱了，要给宝宝用最好的。还是老王帮宝宝洗澡靠谱。太好了，我又能打游戏了。雇个家政来擦地，浴缸里洗的才干净。宝宝当然要用软软的沐浴球了。墙布漏风了，狗都知道要卖力干活。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地板不容易摔倒。还是老王帮宝宝洗澡靠谱。太好了，我又能打游戏了。商家还是顾客。商家还是顾客。
汤钱没了，我都吃不完的药了。还是顾。汤钱没了，我都吃不到牛丸的尿尿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怒发冲冠为红颜，无辜商家泪连连。商家还是顾客。我怎么知道你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商家还是顾客。你就说哪个正常的大男人会在床上顾客没文化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汤钱没了，我都吃不到牛丸的尿尿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怒发冲冠为红颜，无辜商家泪连连。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我怎么知道你点多了。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做不好就做不好，商家还耍贫血。商家还是顾客。证据不足。你就说哪个正常的大男人会在床上尿尿？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商家还是顾客。汤钱没了，我都吃不到牛丸的尿尿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怒发冲冠为红颜，无辜商家泪连连。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我怎么知道你点多了？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做不好就做不好，还耍贫血。商家还是顾客。你就说哪个正常的大男人会在床上尿尿？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顾客没文化。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自己技术不行，就别甩锅给骑手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你这商家居然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太过分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证据不足。证据不足。商家还是顾客。不是这不让我来。
大娘到了。哎，老板，你讲我那个啥子没事？老板那边那是对面，我那边是对面。在床上尿尿。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顾客没文化。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自己技术不行，就别甩锅给骑手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你这商家居然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太过分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证据不足，商家还是顾客。汤全没了，我都吃不到牛丸的尿尿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怒发冲冠为狂言，无辜商家泪连连。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我怎么知道你点多了？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做不好就做不好，商家还傻贫嘴。商家还是顾客。你就说哪个正常的大男人会在床上尿尿？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顾客没文化。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自己技术不行，就别甩锅给骑手了。商家错了，
商家还是顾客。你这商家居然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太过分了。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你这脚明明踩着我们的刀呢，硬要说我们没有。着凉了，我感觉有点烧，宝宝着凉了，烧得好严重。洗衣服暖和，狗狗帮忙打扫卫生，活过来了。有钱了，给小宠物换个屋子，屋里就暖和多了，这样晚上就亮多了。有了暖炉就暖和多了。有钱了，蜘蛛网都要金的。有钱了，改造一个豪华吊灯。有了游泳圈就可以坚持的久一些。着凉了，我感觉有点烧。宝宝着凉了，烧得好严重。活过来了，屋里就暖和多了。有了暖炉就暖和多了。狗狗帮忙打扫卫生，洗衣服真的暖和。有钱了，给小宠物换个屋子。还做就做了，别做了，我们都送出了一亿钻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人来玩？可能一亿钻石太多了，他们都觉得是假的。而且开局任务还送50周和自选 SSR 给我，我也不信啊。这一亿钻石每个人都可以领，要是领不到，我就把这手机吃了。暖多了，这样晚上就亮多了。有暖炉就暖和多了。狗狗帮忙打扫卫生，衣服暖和。有钱了，给小宠物换个屋子。有钱了，蜘蛛网都要进的。有钱了，改造一个豪华吊灯。
屋内更暖和，冬天开空调就更舒服了。宝宝的新衣服被弄脏了，我给孩子找了个爸爸。新衣服真暖和，屋内更暖和。宝宝的新衣服被弄脏了，准备给宝宝洗个澡。准备给宝宝洗个澡，我给孩子宝宝真暖和。宝宝乖乖，洗澡澡哦。洗完澡换上新衣服，干净漂亮。有钱了，给老鼠也换一身。准备给宝宝洗个澡。有钱了，给老鼠也换一身。我给孩子找了个爸爸。新衣服真暖和，屋内更暖和。冬天开空调就舒服。洗完澡换上新衣服，干净漂亮。新衣服真暖和，我给孩子找了个爸爸。准备给宝宝洗个澡，屋内更暖和。身材必须强壮才能够保护我，100个都举不动的直接淘汰。冬天开空调，舒服了。宝宝洗澡不能少了小玩具。宝宝乖乖。家里不养闲人，织衣服织的我找都冒烟了，还好有缝纫机。帅哥煮的汤更好喝，我和妈妈都很喜欢它。这个床舒服多了，我也有新衣服了。有钱了，换个新灶台。Calling the class, he's lightning to strike her.
Use the handbook to become a human being. Finally, I take thousands of years of practice to build my face. Dengan lebih kerap apabila berhadapan dengan gembira seperti Wan Wan Allah dan Cho.可跟你老婆在水里挣扎的样子真好笑。穿点好的，给孩子穿身好的。有钱了，吃胖了飞不动了。这里变成了个温泉。老了，游不动了。下雨了，我要坚持不住了。船更破了。这个船结实多了。那时我们刚认识，那时还年轻，精力好。长大了要保护好妈妈。雇个救生员再出海。这里变成了个温泉，放个烟花庆祝。有钱了，吃胖了。时间久了，天上飞的都变成了 UFO。 那时我们刚认识，那时还年轻，精力好。长大了要保护好妈妈。一整个海里都是石油，放个烟花庆祝。这个船结实多了，雇个救生员再出海。那时还年轻，精力好。一整个海里都是石油，这里变成了个温泉。这个船结实多了，雇个救生员再出海。
guys are up to. Monica, why are you building stairs in my apartment? I'm going to move the TV upstairs. You made changes to my apartment layout without permission. All right, now the TV is broken too. I think you should compensate me.加固好房子也能拖延一点时间了。好多蜘蛛，好危险。黄金的路好滑。鲜花是我们爱的证明。水泥路跑得更快了。加固好房子也能拖延一时间了。小男生，我先去接你。咱们一起来。哇哦！Can't resist it. Cornetto Vanilla.
Creamy vanilla ice cream with chocolate sauce and peanuts, wrapped in a crunchy wafer coat. Once you unwrap, you can't go back. Cornetto, unwrap it. 这个小男生我一个女的都不带怕的。呀，你不能这么了。蜘蛛网变成金的了，就不会被蜘蛛咬了。加固好房子也能拖延一点时间了。必须有文化，嘴够甜，在我谈生意的时候才能帮我说两句。必须能经得起补药的大补，不然受伤了都不能快速恢复。用结实的窗挡住它，我们就安全了。把你这个小男生，我一个女的都不带怕的。
呀！不是这不老来，你刚打打哪一人？你干啥？你别往哪一人干啥？别了别了，连你当都把你娘，我们哪个满着医院？哪个满着医院了？俺这头都医院弄都。呀！不是这不老来，你搞你打打哪一？把洞补上了，窗户终于能关上了，暖和点了，终于有新衣服穿了。呀！不是这不老来，你搞你打打哪一？来你干啥？别来又往哪一来干啥？别了别了，一侧更方便了。你长那么多把的娘，我们都拿着个满着医院，拿了满着医院了，俺这头都医院弄都满着本地去人家医院啊。把座椅翻新。呀！不是这不老来，你搞你打打哪一？来你干啥？别来又往哪一来干啥？别了别了。连长那么多把的娘，我们都拿着个满着医院，拿了满着医院了，俺这头都医院弄都满着本地去人家医院啊。给蜘蛛网。不是这不老来，你搞你打打哪一人干啥？别来又往哪一人干啥？别了别了，连长那么多把的娘，我们都拿着个满着医院，拿了满着医院了，俺这头都医院弄都满着本地去人家医院啊。呀！不是这不老来，你搞你打打哪一人干啥？别来又往哪一人干啥？别了别了，连。长那么多把的娘，我们都拿着个满着医院，拿了满着医院了，俺这头都医院弄都满着本地去人家医院啊！都我让人说了，把你带的你莫摆了，人看了有人拿当把你什么？这是我爷爷年轻时的战靴。以前我儿子可多人追了，条件都比你好。以前我儿子可多人追了，条件都比你好。选飞能，我挑上了，跟以前都没成一个标准。不是这不老来，你搞你打打哪一人干啥？别来又往哪一人干啥？别了别了，连你长那么多把的娘，我们都拿着个满着医院，现在走我都要一米八五，你儿子这叫残废。都满着本事人家医院啊，都我让人哭了。以前我儿子可多人追了，条件都比你好。选妃呢？他挑上了，跟一群都没成一个，都是你的功劳吧？我儿子一米七的大高个，帅气能干，多少姑娘惦记呢？你这是哪里来的野榜？一米七都叫高个子？以前我儿子可……选妃呢？他挑上了，跟一群都没成一个，都是你的功劳吧？我儿子一米七的大高个，帅气能干，多少姑娘惦记呢？那可惜了，他都看不见这些姑娘，他眼里只有我。以我儿子的能力，找个老总的女儿不成问题，最后落你手里了。
选妃呢？她挑上了，跟一群都没成一个都是你的功劳吧？我儿子一米七的大高个，帅气能干，多少姑娘惦记呢？那可惜了，他都看不见这些姑娘，他眼里只有我。以我儿子的能力，找个老总的女儿不成问题，最后落你手里了。人家老总的女儿还想找老总的儿子呢。Musuh yang mempunyai kepayahan mobility boleh mengurangkan CD 4VS dengan banyak. Jadi dia boleh menggunakan serangan asas dan tekniknya yang dipertingkatkan dengan lebih kerap apabila berhadapan dengan wira seperti Wan Wan. 你好好享受老年生活，孩子我一个人带就好了。以前我儿子可多人追了，条件都比你好。选妃呢？他挑上了，跟一群都没成一个都是你的功劳吧？我儿子一米七的大高个，帅气能干，多少姑娘惦记呢？那可惜了，他都看不见这些姑娘，他眼里只有我。以我儿子的能力，找个老总的女儿不成问题，最后落你手里了。人家老总的女儿还想找老总的儿子呢。我打麻将都不给你带孩子，反正我老了也不指望你，我指望我儿子。那就对了，你儿子洗衣做饭啥啥不会，还能早点把你送走。你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再过去哪个也是，那是不像你这岁数的老太，谁天天又不打麻将。我以前不乖了，大孙子这个倔脾气可是随着谁了。他能随谁，跟谁像随谁呗。我带孩子忙得很，你快去干个保洁啥的，女儿就更没压力了。亲爱的，你说跨年穿什么好呢？左还是右？我选右。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右。左还是右？我选右。亲爱的，你说跨年穿什么好呢？左还是右？我选右。左还是右？我选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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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还是右？我选右。
这样穿会不会很奇怪啊？亲爱的，你说跨年穿什么好呢？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右。左还是右？我选右。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左。左还是右？我选左。这套正好也是我想穿的，你真懂我。开个玩笑而已，我女朋友不介意的。开个玩笑而已啦，我男朋友很大方的。小紫，你的戒指被我捡到了，下次可要记得放好了。其实我比较喜欢黄色头发的男生。在昨天，我们都成长了。我这是在为毕业感到难过呢。你昨晚把丝袜落我这里了。裤子不合适。男生要腿毛旺盛的才好。我还以为是比耶呢。拍照不是就是要比耶的吗？男生也可以喜欢穿红色高跟鞋。
我觉得我们挺合得来的。My very first tenant offer was an unemployed loafer with no hobbies and no demands. I decided I would let him in because my place is kind of a dump right now anyways. And rent, please, I start...商家还是顾客。商家还是顾冷面不冷，还是热的吗？顾客，商家还是顾客。商家还是顾客。冷面不冷，还是热的吗？藏在下面，不可藏。商家 ，Oh no！ 商家还是顾客。人家骑手配送，不是这不让我来，搞了大大那一人，可让别了羽毛那一人，别了别了。俺当了多少人呀？我们都拿了个满的一万，拿了满的一万啊！阿达他都一万，我们都满的 benefit 那一万啊！呀！不是这不让我来，搞了大大那一人，可让别了羽毛那一人，别了别了。俺当了多少人呀？我们都拿了个满的一万，拿了满的一万啊！阿达他都一万，我们都满的 benefit 那一万啊！不是这不让我来，搞了大大那一人，可让别了羽毛那一人，别了别了。俺当了多少人呀？我们都拿了个满的一万，拿了满的一万啊！商家还是顾客。顾客不认识田鸡。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证据不足，商家还是顾客。冷面不冷，还是热的吗？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汤在下面呢。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你仔细看看，这是香菜还是葱？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人家骑手配送才七分钟，还想甩锅给骑手？商家错了，商家还是顾客。看下备注再说是谁没文化。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顾客不认识田鸡。顾客错了，商家还是顾客。
Bro, jump on online. Call you tada nae rank kara. Bila you mau nae rank kara. Bila. Gang, dalam dua hari ni, aku tu nak kan mana event. Dalam mana event? Ah, ada satu event untuk mana benefit punya event. Bro, jump on online. Call you tada nae rank sekarang. Bila you mau nae rank lah. Bila. Gang, dalam dua hari ni, aku tu nak kan mana event. Dalam mana event lah. Ada satu event untuk mana benefit punya event. Bro, jump on online. Call you tada nae rank sekarang. Bila you mau nae rank lah. Bila. Gang, dalam dua hari ni, aku tu nak kan mana event. Dalam mana event lah. Ada satu event untuk mana benefit. Bro, jump on online. Call you tada nae rank sekarang. Bila you mau nae rank lah. Bila. Gang, dalam dua hari ni, aku tu nak kan mana event. Dalam mana event lah. Ada satu event untuk mana benefit punya event. Itu orang-orang. Bro, jump on online. Call you tada nae rank. Bila you mau naik rank lah, bila.必须能经得起补药的大补，不然受伤了都不能快速恢复。会正确使用钢丝球是最基本的需求。Bro, jump on online. Call you tada. Bila you mau.
我的眉毛没有了。啊，我美貌如花的脸，干净的头发更有魅力。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打扮，没有毛毛显得更干净了。我的头发没有了，头发变柔顺了，头发变得茂密了。用遮瑕膏遮住痘痘，这是还我飘飘拳，脸部变白净了。我也有纤纤细腿，换上礼服就可以要求一个男嘉宾共舞。干净的头发更有魅力，头发变柔顺了，头发变得茂密了，啊，我美貌如花的脸。我的眉毛没有了。干净的头发更有魅力，干净的头发更有魅力。Are doing the game also to game yang best got lit match which is soul game and then now win mau bagi tau kamu satu lagi game yang best dekat lit match. So game dia namanya party room. So dekat party room ni. 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打扮，用遮瑕膏遮住痘痘。这是还我飘飘拳，没有毛毛显得更干净了，脸部变白净了。我也有纤纤细腿，换上礼服就可以要求一个男嘉宾共舞。干净的头发更有魅力，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脸部变白净了，没有毛毛显得更干净了。用遮瑕膏遮住痘痘，我也有纤纤细腿。这是还我飘飘拳，头发变柔顺了，头发变得茂密了，换上礼服就可以要求一个男嘉宾共舞。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打扮，干净的头发更有魅力，头发变柔顺了，没有毛毛显得更干净了。我也有纤纤细腿，这是还我飘飘拳。干净的头发更有魅力，头发变柔顺了，头发变得茂密了。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打扮了，用遮瑕膏遮住痘痘，没有毛毛显得更干净了。这是还我飘飘拳，我也有纤纤细腿，换上礼服就可以要求一个男嘉宾共舞。
Yang dalam suara ini ya.